我觉得说我们是了解很真实的自己，你知道自己内心的那个很深很深的呼唤是什么，然后你朝着自己很喜欢很热爱事情去做，是一件很你知道特别有意思，然后特别我感觉是发光的事情。我才知道其实很多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很爱自己的，很了解自己的，其实还不到。当我们没有去用我们的心去真正感受我们自己本身的想法跟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学懂去爱自己。嗨，你好，我是洪佳慧，我本身是一个主持人及配音员。11月8号 Chillax The Time Street 重新，到时候呢，让我一起来跟你分享如何成为真实的自己。到时见咯。